信封自创品牌，八号在台湾开卖。只是这位老板的桌面性质，一开启就没有尽头。长寿电视网红，然后我想起来一次，哇，好没有审美。真的，这个底下有点粘。来，我来看一下，他爸还这么大的胡子。没事，这画面快不敢看，真的掀起旁人哭三秒。而说到日前在金像奖，四位特警男生惊喜合体，经过20年，居然都还是帅哥。谁变最多？我们四个都还好吧，还认得出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太小了，所以我们确实在筹备特警三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又会做菜，又会演戏，不知道聪明牛的部分，峰哥怎么看？林峰哥这么会做面，那下面都给谁吃？你这个问题，下面给喜欢吃面的人吃。要这么突然收场，小记者也觉得怀疑人生啊。